南月，你不用对我说谢，只要你喜欢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。蓝月，我十九了，不小了，你别拿我当小孩。蓝月，我知道你不是心甘情愿给我爹做小的，你不该被我爹困在李家后宅。娘，我梦见四姨娘了，爹他怎么能这么做？那是一条人命啊，没有人有权随意剥夺一条人命。若是见了不平只顾自保默然以待，那这天底下该多多少不平事，又有谁去为他们出头？人活一世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我不管旁人如何，我只知道要是人人都缄默，这世道就该彻底坏了。爹，我现在什么不敢做呀，就让你这么死了太便宜你了。你活了一辈子，整个李公馆盼着你活得有几个人啊，又有谁会为你说一句话呢？你以为让蓝玉染上烟瘾就能毁了他吗？烟瘾而已，大不了就费一番功夫戒了，我们会一辈子在一起，活得好好的。您可千万多活几日，好好看着啊。蓝玉，你说的那些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既不是笼中雀，也不是富贵鸟，你是蓝玉。有个美国人说过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， 大意是不自由勿宁死。若是我，即便外头是风霜荆棘，我也是不惧的。我不要一辈子坐笼子里的，大丈夫生于世，于国于民，当有所作为，不算是白来一遭。